天呢，我们讲这个叫做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中晚交涉啊，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中晚交涉。那么在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啊，中晚之间呢所进行的一些交涉啊，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的中外关系啊，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啊，那么史学界的一些论文啊，或者说著作啊，那么都有很多论述。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啊，我在这儿就不再讲了。那么今天呢，主要是想讲一下什么呢？就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啊结束后啊，那么这个中外有关交涉的一些事情。那么下边呢，那么我想就其中五个啊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具体问题啊，那么做一个讲述。那么通过这个讲述呢，希望能够使人们对于这个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啊，这个中外关系啊，能够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啊，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清廷谕旨问题的交涉啊，就是关于啊清政府的咸丰皇帝啊颁布谕旨的啊这么一个问题的一个交涉。那么在1860年10月24号和25号。那么恭亲王奕欣就代表着清政府同英国和法国那么在北京交换了1858年签订的这个天津条约，那么同时呢那么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那么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外之间的这种战争状态就基本结束了。那么但是呢，英国和法国的军队仍然还驻扎在大清帝国的首都就是驻扎在北京。那么为这个事情，恭亲王奕欣呢多次向英法致送照会，要求英法呢尽快从北京撤兵。那么在这个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当中有这么一个规定这个规定呢它大概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呀那么在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朝的皇帝要颁布一个谕旨，说北京条约已经签订了命令各个省的总督和巡抚对吧，要把皇帝的这个谕旨在各个省都要刊布都要刊刻然后布告各个地方表示以后清政府要遵守这个北京条约。只有颁布这个谕旨之后，那么英法两国军队才把他的军队是吧从这个北京呢撤到天津这是这个中英中法这个北京条约当中有这么一款规定。那么恭亲王奕欣那么很快呢就代替咸丰皇帝代替清政府拟定了一个谕旨那么这个谕旨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说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是吧所签订的各个条款清朝皇帝君酌主款允准，行逐久远，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那么讲什么呢？就是说清朝皇帝对于北京条约所签订的各个条款是吧清政府都认同了承认了，以后中外之间就是没有就是结束一种战争状态中外之间要和平共处要互相信任。那么他还规定那么在这谕旨当中还讲到说这个合约当中所规定的各个款各个条款着通行各省督府大吏一体按照办理就是命令各个省的督府大吏一定要按照这个条约按照条约去办理。这是这个恭亲王奕欣呢代替清政府拟定的这个上谕宣布的一个内容。那么本来这个上谕拟定之后奕欣等人就可以向英法方面呢做这么一个宣布但是恭亲王奕欣当时想把这个事情办得周到一些那么结果呢恰恰适得其反，引起了一个中外之间的一个交涉怎么引起了这个交涉呢？事情是这样恭亲王奕欣当时考虑，他说是当时这个咸丰皇帝呢不在北京
他已经逃到了这个热河。那么如果恭亲王奕欣拟定好这个谕旨之后，马上向英法宣布啊，英法代表呢他们就会产生疑问。产生什么疑问呢？啊，英法代表知道这个时候咸丰皇帝不在北京啊，而是在这个热河避暑山庄啊，那么他们就计算这个时间，是吧？就是这个恭亲王奕欣拟定好了谕旨，那么一定呢要上报到这个咸丰皇帝那里啊，要送到热河。那么咸丰皇帝同意之后，那么再返回到北京是需要时间的啊。那么恭亲王奕欣的担心呢，如果说马上就向英法去宣布啊，那么英法方面呢就认为呢这个事情是不可靠啊，不大相信这个事情。那么恭亲王奕欣为了避免引起这个中外之间这种交涉的麻烦，是吧，那么他就按照惯例，是吧，就把拟定的这个谕旨派人送到热河啊，那么等着咸丰皇帝批准之后，那么然后再由一个人啊叫做崇厚啊，就是当时的一个这个长卢的一个严正啊，得到咸丰皇帝批准之后，然后再向英法宣布这个谕旨啊，这是恭亲王奕欣的这么一个想法。这样的话呢就耽误了一段时间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是吧，恭亲王奕欣急于英法尽快从北京撤军啊，那么英法方面也很着急，也希望尽快从北京撤军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北京的天气渐渐的变得寒冷了啊。那么英国军队啊因为这个没有这个过冬的这个衣服啊，也急于从这个北京撤军。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英国的驻华代表啊叫做额尔金，在11月2号突然就向奕欣提交了一个他们代替清政府草拟的一个咸丰皇帝的一个上谕。那么这个上谕的内容啊基本上就这样啊，就是说呢，清朝皇帝，对吧，那么已经签订了北京条约，对于北京条约的规定啊是无不批准，永远遵行啊，永远遵行。那么这个内容上本身呢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么但是英国方面啊就要求清政府必须按照他所拟定的这个谕旨进行宣布啊，否则的话啊，说如果清政府不允从的话，不答应的话，即将城外移兵全扎城内啊，就是把驻扎在北京城外的这些英法军队全部驻扎在北京城里边啊，那么对清政府呢进行威胁。那么对于这个突发事件啊，引起了部分统治者的啊这种极大的不满啊，也引起了他们极大的不安啊，那么各种流言呢啊到处这个流行，是吧。那么翁同龢日记当中啊就做了这么一个记载，翁同龢的日记当中记载啊，说英国照会代拟谕旨令即同行啊，就是记录了这个事情啊。接着他讲，他说英国人所代拟的这个谕旨是谁呢？是谁来起草的呢？啊，他听人说啊，是出自恒齐之手啊。恒齐是当时清政府的一个武备院卿啊。那么他这个具体的负责呀，同英法的一些交涉啊，说出自啊这个恒齐之手啊。那么在一个照会当中呢，赐称朝廷为贤兄啊，说英国称清政府称大清帝国为贤兄啊。那么当时清朝统治者，是吧，并不把英法等国看作是同中国啊平等的啊这么一个国家啊，它不具备一个同清政府平起平坐的这么一个地位啊。那么说不允许英国人啊称英国和大清帝国呢啊是兄弟国家，称兄道弟啊，能不允许啊。那么当时各种流言的都很多啊。那么当时奕欣认为啊，说英国政府所拟定的这个谕旨的内容同他本人所拟定的谕旨内容啊是很相近的啊，内容上没有什么太大差异啊。他说但是呢，外国方面啊越俎代庖啊，代替清政府草拟谕旨啊，说这个做法对于清朝皇帝的权威是一个很大的亵渎啊，损害了大清皇帝的这种尊严啊。那么他们认为啊，这种做法是种种要挟
是吧，实堪发之，然后不能够容忍。那么为这件事情，恭亲王奕欣就命令崇厚啊，同英国方面要进行交涉。那么交涉什么呢？就是要崇厚向英国方面表示啊，说清政府很快就会明发上谕啊，颁布上谕啊，批准北京条约，说但是这个上谕断不能如尔等公拟之词啊，就是说这个上谕不能够完全按照你们所拟定的这个谕旨啊去宣布啊，断不能如尔等公拟之词啊。那么是表示呢拒绝采用啊英国代拟的谕旨的这种用词。那么但是恭亲王奕欣当时面临着一种非常严峻的一种形势啊，什么形势呢？就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当中刚刚遭到失败，首都北京还被英法联军所占领啊，咸丰皇帝已经逃到了热河啊。那么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时处艰难，万分棘手啊，形势很严峻。那么因此面对着英国的啊这种要挟，是吧，那么清政府就不得不委曲求全啊，这是他们的话啊，不得不委曲求全。那么当时恭亲王奕欣的啊，他的一个外交底牌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英法方面啊能够按照清政府的这个做法啊，这种要求去做啊，就我范围，是吧，那么当然是最好了。如果英国和法国提出不同的意见啊，还坚持他原来的这个想法啊，那么怎么办呢？说清政府在自己所草拟的这个谕旨当中啊，仿其语意，略加润饰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按照他们的话的意思啊，做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但是不完全照抄他的这个文字啊。他认为这样做啊，既不符其所求，亦不全引所请啊，既不符其所求啊，亦不全引所请啊，什么呢？就是既不啊触犯英法啊，不会导致中外之间这种交涉啊，引起中外之间的麻烦。但是呢也不完全是吧照搬外国的啊他们所草拟的这个谕旨，是吧，这样呢就可以保持大清皇帝的这种尊严啊，保持大清皇帝的啊一个脸面啊。那么这是奕欣当时的一个想法。那么这个事情啊上报到这个咸丰皇帝那儿之后啊，那么咸丰皇帝啊做了这么一个批示。那么咸丰皇帝讲说可以啊，马上降一道谕旨啊，这个谕旨呢要明发啊，公开的啊来这个发布啊。咸丰皇帝认为这个明发上谕呢可以有两个好处啊。那么第一个啊，就是既然中外已经啊互换合约了，是吧，那么清政府就不如呢啊要示之以信啊，对外国表示我很啊这个很坦然，是吧，很诚信啊，要遵守条约啊，不如使之以信啊，使之不疑啊，那么这样呢来坚定中外之间这种和好的这种之举啊，表示中外和好了啊。那么这是他的一个想法。他说第二个好处啊，明发上谕之后可以呢令中外不逞之徒知合约已成，不敢趁机滋事，亦可定人心而度奸谋啊，就是使中外的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啊知道现在中外已经和好了啊，他们就不会再趁机呢挑起事端啊。他认为这个明发上谕啊有这些好处。那么围绕着清朝皇帝颁布谕旨啊批准北京条约这个事情啊展开的这个中外交涉啊，很快那么得到了解决啊。那么但是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给予关注。为什么说这样讲啊，就是在当时北京天气已经渐渐冷了啊，渐渐寒冷了啊。那么英法军队因为天气渐冷急于撤军，是吧，这种心情人们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但是啊，这个时候中英之间已经解除了这种战争状态，是吧，那么英国方面不按照啊一些必要的外交礼仪去做事情，是吧，代替清政府来草拟谕旨这种做法啊，那么毫无疑问
是粗暴地干涉了清政府的啊这种行政权利。那么这种情况啊，那么在两个主权国家的外交当中啊是很少见的。那么这种做法不但破坏了中外互相交往的啊必须的一种信任基础啊，双方要互相信任，是吧？不但破坏了这种信任基础，啊，而且充分暴露出了啊英国方面这种侵略的本质。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啊，围绕着清朝皇帝啊这个谕旨问题展开的这么一个交涉，啊，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啊，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想讲一下啊关于外国使馆管址问题的交涉，啊，就是外国在中国设立使馆，啊，选择他的这个使馆的管址，啊，建在什么地方，啊，围绕这个问题的交涉。那么一般的来讲，啊，某一个外国啊。驻扎另外一个国家的首都啊，他的这个设立要设立使馆啊，那么这个使馆既可以长期的租赁，也可以短期租赁，是吧？那么也可以去购买啊，花钱去购买啊，那么当然也可以自己去出资，是吧？另行建筑啊，这个使馆啊，自行建筑啊。那么这个外国使馆管址的确定，是吧？这个建筑的规模啊，使馆人员的数量啊，那么所有这些啊，应该是由呢出使国的国家和他所驻扎的驻扎国的国家，是吧？双方呢要共同的协商来确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驻扎国啊，或者说接受国，应该照顾到出使国的啊，他这个国家的一些社会风俗啊，是吧？文化传统啊，是吧？外交需要啊，是吧？要照顾到他们的一些实际需要，是吧？而出使国那么更应该，是吧？尊重驻扎国啊，这个国家的国家主权、政治主权，是吧？应该尊重驻在国的啊这种社会风俗啊，这种礼仪风俗啊等等的传统。这是双方呢都要互相的理解，互相尊重。那么但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啊，英法等国在这个问题上啊，既没有尊重驻扎国中国的啊这种国家主权啊，或者说国家独立啊，那么也没有尊重驻扎国的这种社会风俗。那么这个英法等国在中国这种使馆的建立，是吧？那么对中国这个公使的派遣啊，它更不是在一个对等的基础之上啊，一种双向的啊，互建互派啊，双向啊，互相建立使馆，互相派遣啊，这个外交公使，它不是在一个对等基础之上的啊，这是一种互建互派。那么就这一点而言啊，如果从近代国家关系的这种外交惯例而言，是吧？那么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强权外交，啊，那么在外交上应该讲这是失礼的，啊，或者叫做无礼的，啊，那么因为什么呢？是英法等国是单向的啊，向中国派出公使。那么英法联军在占领北京期间，英国的代表额尔金曾经驻扎在呢怡亲王府，啊，这个怡亲王府呢，就相当于就在我们现在这个北京东城区啊这个朝内大街。那么现在呢，是由这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还有世界图书出版社啊等单位来这个占用。就是在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额尔金是驻扎在怡亲王府。那么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啊，英国代表就向清政府提出来啊，必须要以怡亲王府作为他的啊，或者作为英国的驻华的使馆啊，并且在这个公共在这个怡亲王府当中，是吧？要新建房屋。那么当时清政府认为啊，说各个王府都是清朝皇帝所赐之产，啊，是清朝皇帝赐给他的啊一些什么亲王啊、皇子啊或者其他大臣的啊，是皇帝所赐之产。他们认为啊，这个外国人暂时居住已属不成事体，啊，外国人占据这个怡王府就已经不成事体了，啊，有损于大清王朝的这个脸面了，
说现在这外国人竟然提出来要长久的居住在其间，是吧？而且要加盖房屋，说这个呢是更非所宜，更不好了，因此清政府就多次同英国方面交涉，希望英国方面能够另外到另外一个地方，另选一个官职，另选一个地方作为他的这个公使馆，那么经过交涉，英国方面说，好，我可以放弃怡王府，但是呢，我要占哪儿呢？要占济公府，这是一个公，一个清政府的一个爵位，一个封爵之一，是一个公，那要占济公府，那么后来清政这个英国方面又说，那么我不占济公府了，要占肃亲王府，那么这个肃亲王府呢，大概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北京的北京市政府。那么这么一个地方，要占这个肃亲王府，那么清政府就反反复复地向英国方面表示，说凡是王府，都是清帝的所赐之产，不能够像一般民房那样，是吧？你给租金就可以租赁。那么英国方面仍然坚持要占肃亲王府，那么他就向同他交涉的这个恒齐，反复地要求，那么不断的提出了交涉，情绪很激动，那么清政府所讲的各个王府都是皇帝所赐之产，不能够随便出租，那么这个话在当时来讲应该说确实是如此，是吧？那么这是一个事实，是吧？那么我们可以这个看一个王府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变迁，是吧？就是现在在这个什刹海西岸的这个恭亲王府，恭亲王府最初呢是这个乾隆朝的一个大臣叫做和珅，是和珅的一个府邸，后来和珅获罪被抄家了，嘉庆皇帝就把这个和珅的这个王府赐给了嘉庆皇帝的弟弟叫做永林，作为这个永林的一个庆郡王府，就是后来讲庆王府。那么后来咸丰皇帝继位之后，那么又把这个庆郡王府改赐给咸丰皇帝的六弟恭亲王奕欣，做了恭亲王奕欣的恭王府，那么说这个清朝皇帝所讲的这个王府不能够随随便便，是吧，出租给外国人在当时来讲呢，那么这是一个基本事实。那么这样经过了反复交涉英国方面最后提出来一定要占哪儿呢？占这个义良的公府这也是一个公府那么他每年要向清政府交纳租金1200银那么最后呢，那么清政府决定对应那么妥协要求清朝皇帝另外给义良一个房所一个居处把义良的公府租给了英国人那么英国人每年向清政府交纳1200银但是英国修纳这个义良府的时候所花费的2200银要从他每年的年度当中去扣除那么这是英国呀租占义良公府作为他的这个公使馆这是一个交涉。那么在这个英国提出来要租占王府作为他的使馆的时候那么法国呢还没有提出这种类似的要求当时清政府呢感到很得意还在暗自庆幸他说什么呢？说法国驻京的这个公使是吧还没有提出来他要占什么地方他说这个事情呢或能消弭议和省事那么这外国人呢可能他不提这个事情了法国可能不再提这个事情了他在还在很得意。那么英法两国在欧美激烈争夺是吧在侵华问题上某些具体问题上他们也有分歧也有斗争那么但是在侵略中国这个问题上总的来讲他们很多时候是狼狈为奸的或者说沆瀣一气互相勾结那么很快法国公使就明确要求清政府必须呢要按照英国给予公所就是按照英国这个办法和形式给他一个住所那么法国指出来什么呢指明要占哪儿呢
要占肃亲王府，啊，就是英国曾经提出来要占肃亲王府，啊，法国后来也提出来要占肃亲王府，啊，当时清政府就讲，说外国人租占王府，啊，不但有关体制，是吧？而且在以前英国提出来要占王府，清政府并没有同意，是吧？因此，更未便给予法国。那么这样，清政府同法国方面啊反复交涉，啊，法国方面讲说，那么好，我可以不占王府，但是呢，清政府必须呢另给与英国相等者一所，啊，就是说，清政府必须给予法国同英国一样的啊这么一所宅院，啊，作为法国的这个公使馆。那么这样，经过这个中外之间的这个反复交涉，是吧？那么最后，法国人啊，就是租占了东交民巷的啊景崇的啊一个公府，啊，就是人们平常所讲的这个纯公府，啊，年租金啊也是1200银，啊。那么但是啊，法国修建这个公使的过程当中所花费的7200银。啊，也是要从他每年交纳的这个年租当中啊，去逐渐的扣除啊，逐年扣除。那么这样啊，在1861年的时候，英国和法国，是吧？这两个强大的列强国家，啊，在大清帝国的紫禁城旁边啊，建立起了国中之国，啊，就是不受清政府控制的一个国中之国。那么1861年3月22号，啊，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啊，那么带着啊60余名啊男女老幼啊，还有他的一些仆役啊，从天津向北京进发。那么这个英法公使是吧，驻扎北京，引起了北京居民的啊很大的一个惶恐，啊，当时讲说英法是吧，说带着2000多名兵丁啊进入北京，啊，引起了北京人的啊一些惊恐。1861年3月25号，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啊，那么这些人首先抵达北京，啊，那么第二天就是3月26号，法国公使普鲁斯也带着一些人到达北京，清政府派遣了他的一些官员，啊，你比方说，这个武备院卿啊，恒齐，是吧？那么到这个英法啊驻华的公使馆去看望，是吧？一种礼节表示，那么然后。英法等国公使就派人拿着他们的名片，啊，到恭亲王奕欣的这个寓所，啊，是表示啊，表示这个一种拜见，是吧？那么奕欣也派人拿着自己的名次，也是一个名片，啊，去回报，啊，进行打拜。那么英法公使驻扎北京之后，啊，我们表面上看中外之间政治关系好像比较平和，啊，也比较融洽，啊，但是如果就历史事实。或者问题的实质而言，啊，中外之间这个时候仍然处在一个极大的不平等当中，啊，非常不平等。为什么我们说它非常不平等？啊，主要是两个原因，啊，那么第一点就是英法两国的驻华公使，它不是作为两国的友好代表者，啊，而进入北京的，是什么呢？他们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以战争的胜利者，啊，以战争的占领者的姿态进入清政府的首都北京的，啊，他是通过战争手段达到这个目的的，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中外之间这个使馆的建立，啊，我们前面讲了，中外使馆的建立，外交公使的派遣应该是一种双向的，互相建立使馆，互相派遣公使，是吧？而当时的情况呢，是英法两国。向清政府单向的啊派遣公使建立使馆，啊，那么这样呢就违背了啊这个中外之间啊这种互惠平等的外交惯例。那么这个呢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在对外交涉当中的这种屈辱的地位，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前两个问题，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